这不少人呢，这是。卖房子的，哎呀，坏了坏了！刚才完蛋了，刚才你是没停，所以才往里吗？我停了。完了完了，追过来了。完蛋了。啊，有个大车把挡住了。你要不插到小路上跑。有个大车把挡住了。啊，跑什么跑呀，跑跑跑跑，哪错了呀，你这个态度就错了。飞着最南端，我们到了。这基本就最南端。啊。基本快到了，就是这一片海区了。非洲的最南端，南非的最南端，也是离南极洲最近的吧？非洲没有，阿根廷那边。我说非洲离南边，非洲离南极洲最近的。你描述的是吗？也是距离非洲最北部最远的距离。这个电台真好，这边浪很大。忘了在卖，我也看到，啊，我也看到，还是太偏了，住在这儿，太偏了。这儿摆了好多石头啊，门口实在太无聊了，这儿I'm gonna go to the h o
全都没有。嗯，他们治安很好。为什么？这是古堡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餐馆啊。Lobby and the restaurant。东想来最南端，爽一下。海边发生盖这么多漂亮的饭店，到头了吧？还没到。灯塔在哪里？还没到。还没到，没到。这一片大门口全是小花。啊、嗯，没什么人啊。啊、嗯，门口全是小花，你看，这自然长的，那种子。但是有挺潮湿的啊，这什么烧烤摊吗？我也觉得是烧烤。灯塔在哪里？最南端了吗？这个点就是，基本就是，不是不是，这还不是，没关系，那旁边还有，继续往前，这不是最南端，灯塔在那，靠海走，哇，看看他们的房子，哇，太潮了，就是。这是春天。我年久失修，一下放那儿，太久了。非洲的最南端，也是整个南非的最南端。南非的最南端。没想到这次还这么多人啊！是个景点，一个屁股像个屁股一样的这个标志是什么标志？这个？哎呀，刚才那个牌子没拍，怎么了？倒回去拍。怎么了？先拍了，然后再去。没事啊。完了，后面有车过。给大家看个地图，正好看着，这车没那么陡。我们现在位置是在这里，这不是最南端。你看，很多人过来。那得绕到那边去，就最南端。我带你去看一下。来，快！看这个地方，我再拿个尺子量一量，到底是这个突出的点是最难，还是那个突出点最难？哪头球？走吧，南非国家公园。
什么？下面就是名字吗？这个公园官方什么什么，你的就必须要一个什么？今天关于不同的加入我们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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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就你就看 Silent Most Deep of Africa 就行了，你在看什么？下面的说明，因为还有个网址。哪里还有说明？往里在一公里。拍拍前面，开始了。哇，他们这个非洲最南端还保着脚啊，还保留了这个原始的哦，叫什么什么什么之脚啊？哇，记性不好。哎呀，下去。手机没今天摔几十次，好像。他们穿羽绒服，我们穿什么？就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大家看到这个字了吗？好，那反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吧，那边看不到。然后再往前。好，好，到一个慢慢靠近一下。这名字叫什么呢 ？South Most 最南。不是，有一个专属名词。最南美国，不是，非南非洲角。走走走走走。这是个长镜头，别耽误大家时间，快走。没事，大家已经习惯了。看看，那两把椅子应该是最难到的两把椅子了。还不少，现在上午的11:22。我们厄加勒斯角，我们距离最南端越来越近了。它的名字叫厄加勒斯角。有很多说法，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网上搜一搜就行了。哎，还有中国人吗？啊，这么多车啊，原来。好冷啊，我们就待在车上。哎。太挤了，太挤了。再往南一点，再往南一点，嗯，哦，嘿，我们最南，我们是最南的一辆车了。再往前看看吧，可能没有人开的这么远。没有，有个车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下一飞无人机，那该你拍了。